要伤心的泪涌上心头，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。今夜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，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。嫁给那个新达一个航空公司，哎，我也在，在啦，消息我都知道。结婚快五年了，对，五年，终于嫁出去了。啊，生几个啦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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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生。我觉得说想享受两个人的世界是这么好的。刚刚呢，我在后台还关心亚兰，我说亚兰结婚了没有？他说还没有。我说不要紧张。晚婚有晚婚的好，像我们亚兰妹妹这么样的漂亮，不要愁嫁不出去。对，也不要一定要嫁，对不对？有人结也不一定会好啊。结了又离，离了又结，结了又离，离了又结，结了又离，离了又结。你结不结婚关我什么屁事？我的话是讲，比如啦，你就没有话讲了，讲到这里了。没有啦，你不要对号入座了，因为对最近的电视新闻，对不对？好多我们的好朋友都发生了我们很不希望发生的事情，你不要对号入座。哎，恁家算嘛是会得过呢？是安怎？你来录音啊？你坐捷运哈？恁家恁安怎袂堪要请司机哈？没有，我们家有车子有司机，平常我们都是车子司机开。他说刚刚说要带我来，我说我今天录影不知道录到几点，我说算了，没关系，我去坐捷运，我第一次坐捷运。当年我坐捷运啊，很好玩啊！我刚刚坐捷运的多好笑，你知道吧？我想说，哎，车子来了嘛哈，大家都认出我，我就让大家先上，先上，先上。那我就最后一个上去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最后一个上去哈，我就听到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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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假拍死呢，跟他敲档呢。我就推到车子了。愈想愈无嘞，啊，即摆是啥物情形啊？那哔哔哔哔安尼啊？啊？我坐捷运拢知嘛吼，哔哔哔哔哔哔哔，就是门要关起来，伊当作伊桥当中啊推出来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结果第二辆车来，我学聪明了，我就轻轻的踩，轻轻。我的认为轻轻的踩可能不会超重，结果我一坐下去就有两个小朋友在坐位子，我想他们很小，对不对？我至少中间还可以挤一下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人嘛。小妹妹跟我说：“阿姨，这个位子只能坐两个人的。”啊，我说你们坐旁边一点点，阿姨很瘦啊。她妈妈说：“池小姐，这个是两个人的座位。”哎，我更笑死了。哦，因为这高级啦。这知秋美的是代表啥物？代表伊唔捌坐过捷运啦。对啦，唔捌啦。凭良心讲话，捷运我也没有坐过。真的不会坐啊？我也不会坐。听讲你有模仿啊？模仿有啊。他会模仿呢，讲会用模仿的做蔡秋凤。蔡秋凤，我这个声音要模仿蔡秋凤。你的声是，看那袂输你鸟厨啊，过左镜一下。哎呀，这蔡秋凤你是鼻腔塌的呢？
我刚刚我告诉你大哥，我刚在化妆室的时候，我在揣摩这一首歌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说，蔡秋凤她不是鼻音很重嘛，我就把那个面纸啊折两团塞鼻子，我本来想说效果会更好。后来我看到电那个镜子上的我，两个那个面纸在这里，哦，实在我够拍垮。后来我想拿下好了。那可以吗？可以模仿一下。你没听不？哦哦，模仿蔡秋凤。哦。那个银包银，银包银，你这是叫做应用的呢？你银包银天心魔啊，天心魔。我来讲啊，蔡秋凤就是对黄俊荣一些天心魔啊。哦，蛮牛牛牛，天心魔，你知不知？天心魔，啊，还有一个号叫金鸡仙。蛮高穷厉害的行吗？你在你在？你这样子讲话，人家怎么打字幕啊？我都听不懂，人家怎么打字幕啊？欸，我好像没有字幕可以弄。哎，你这行的，后摆一个剧来演这好无？来看麦，好来。别人的性命是空金箍包银，阮的性命。是假讲话，念伊就出代志，怪阮的路途是拄着歹背人，人是好命天，阮爹做兄弟，贪玩的野鸟替阮去，明知敢有心不由己，虽然是做兄弟。心也真稀微，烧酒伴阮度日子。过去的往事，不敢提起，想袂回头行，怎样会无勇气？哎呦，朱大哥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唱的怎么样啊？彭浩，彭浩，这首歌哈不是每个人都会唱的哦。哎，非常你棒，真的非常你棒吗？真的很不容易。哎呀，一边讲天心魔，我就卖讲啊，对不？你爱唱是真正袂歹啦。你好。但是这个风中的万高至尊啊，你啊等下我讲迄个号叫，哎呦，小金光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知影了。你今晚在放牛音？哎呦，这太好笑了！行啊，哎呀，而且我真爱黄俊荣，咱讲实在，黄俊荣足爱我，啊，我足欣赏伊，啊，伊足爱看我，啊，我足爱听伊讲口碑。他的布袋戏现在已经讲英文了呢。哦，对对对，你知道吧？他也可以啊，讲英文你敢听无？我听无啦。他可以 I know you baby。来来来，最后唱一首你最好听的歌。最好听的歌很多哎，小风帆啦，烽火儿女情啦，又见炊烟啦，又见这一首，又见砍烟，又见炊烟，又见砍烟，又见砍烟呐，唱这一首，好，来，又见炊烟，过来姐啊。
火，无食无困，无关系。我为你失去控制，无眠无日，无反悔。是美丽，我有够坦白，咱是世间上相思会，为你心痴迷，一生爱你一个，只要咱做伙，万事拢 OK， 阮的一切是你。